你有想做的食物吗？当然有了，是吧是吧，我们一起喊出来吧。好，等一下，不一样的话马上拍摄结束。这么严重吗？对啊。好吧，好，就是那个想到的对吧？嗯，一二三，汉堡包。哦哦，开始拍摄吧。拍摄开始。嗯啊，行的啦，他们说规则不一样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哦，我们都成功过三次嘛，三次都成功对吧？是的。朋友们可能觉得我们太容易成功了，所以改变了规则呢，渐渐变难的感觉。没错，生日朋友们这样说的。现在材料仓库里面准备了七种材料，七种，我们选择其中的三种，三种各选三 种，然后这三个材料我们俩选的不能重复呢。这样啊，太难了吧。为什么是七种材料呢？等等，汉堡包的话，面包，首先面包，嗯，然后是肉，生菜，蔬菜啊，蔬菜必要吗？需要，哦，需要需要。然后番茄，番茄够了吧，嗯，我觉得四样就够了呀。哦，还漏了一样，什么饮料，啊，饮料啊，饮料是食材吗？首先，嗯，凯文和辛达不知道七种东西都是什么。是的，这次先由凯文去吧。好吧，凯文，我不喜欢那个啊，哦，还有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凯文，这个，你不是知道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什么，就那个啊。凯文继续救火呀，马上回来，我先去。哇，好香的味道，原来是有薯条啊，啊，所以说有七种啊，薯条。凯文去吃汉堡套餐的时候一般都要先吃薯条呢，我觉得薯条更好吃。等等，这个想法辛德拉会知道吗？啊，还记得吧，他说了饮料，我感觉辛德拉应该不会拿这个，不会拿吧。等等啊，辛德拉会拿自己想要的吗？哦，真的好难。首先我拿走芝士，芝士，然后接着炸薯条，我给辛德拉选择一个主要食材的机会，然后这个本来就是辛德拉想要的，可以留下。这样凯文选择了炸薯条、芝士和包菜。 OK， 辛德拉想清楚了。辛德拉呢，因为这个是主要材料，凯文应该不会选择，辛德拉选择面包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因为辛德拉很喜欢吃薯条，那么我就带走这个。然后最后一个呢是这个饮料，那么辛德拉现在就这样选择面包、薯条还有可乐。凯文拜托了， Come on， 汉堡汉堡汉堡，祈祷辛德拉，啦啦啦啦啦，凯文，哦，你现在是还能唱歌吗？不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好焦急啊，我现在直觉非常棒。真的吗？嗯。生日朋友，今天汉堡包能够成功吗？哦，什么，凯文，你选了什么呀辛德拉？生日朋友，说实话，嗯，选三个真的不简单吧，嗯，不简单吧，很难啊，嗯，太难了。朋友们，你觉得也太难了吧？我们重复了几个呢？一个。那么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就一次吗？给我们一次更换食材的机会。拜托了，拜托。哦。哈，这里其中有一样是重复的，朋友们就一个。那么，凯文确认一下选择的。番茄芝士薯条，只要改变其中一样就行。首先薯条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先放着。那么番茄和芝士要换哪个呢？可乐，好吧，我选择可乐。那么我把芝士换成肉饼，芝士换成肉饼。那么凯文最终选择是肉饼、番茄、
还有我最喜欢的薯条。行得了，拜托，拜托，一定不要重复。行得啦啦啦啦啦。哦，行得了。凯文，怎么样？这一次感觉呢？很不安。等一下。没关系。甚至朋友们也很善良的，还给了我们一次机会。没错啊。给了我们一次更换的机会，所以。这点很感谢。是的，谢谢。等等等等，行得了，我换了一个，你换了几个？我换了两个。怎么了？好紧张，谁是朋友？啊，不对不对，辛特拉也换了一个。哦，换了一个对吧？好像是的。哦，真的吗？辛特拉再换了一个。好，试试朋友，这次成功了吗？重复了几个？几个？两个。